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圣诞节的蜡烛。小朋友，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我们先把蜡烛下面的蝴蝶结画出来。画出两只蜡烛，把蜡烛旁边的果子画出来。画出蜡烛下面的叶子。画两条树枝和叶子在两边装饰一下画面。用草绿色水彩笔涂树枝和所有的叶子。Thank you.
用黄色水彩笔涂蜡烛中间的火焰和蝴蝶结。用红色水彩笔涂蜡烛外围的火焰、蜡烛的条纹和果子。这样就画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画好了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